哎，不要玩，不要玩。喂喂喂喂 ！OK OK you OK Are you OK？ Three two one go。哇，温温的，耶、！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咦，这个窗怎样开的？开的。哇！你们看，外面都是雪啊！大概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我的房子一进来就是这样子了。我们是睡地板的，很可怜的、啊，我们很穷啊，没钱住豪宅。他们的早餐还放在前面的嘞，哦，好像很厉害这样耶，有面包，有菜，有杯，有香蕉。啊要救啊你！今天我们要去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青木园，也就是你们说的自杀森林，很多人去那边自杀的。今天我们去那边主要是去看看这个青木海森林是长什么样子的。那里其实是观光旅客都会去那边走走，去看森林，享受大自然的嘛，哦。所以我们现在第一站呢，要先走路走去这个叫蝙蝠穴的地方。从我们这个地方走去那边要15分钟，你们准备冷死了。那个船还船这样薄。现在我们要这样走，走1公里多，这里就是我们要走的路，前面就是富士山。冷哦，看地上都是雪呢。在走去青木园之前呢，就给你们上一点点小课。这里的富士山呢，也就是所谓的沉睡的火山，现在它在沉睡住，最后一次爆发是在1705年，大概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爆发过，所以呢，它现在应该是算是沉睡的火山。很帅，很帅。而富士山呢，算是在日本里面呢是最高的火山呢。第二点呢，在富士山下面，我们所谓的青木园这个森林呢，这个森林哦，其实就是富士山它爆发过后哦，那些草啊树啊，其实就在富士山的下面。然后所以它的土地很肥沃的，因为它爆发过后哦，火山下面的土都比较好了。因为这个森林是一个非常大的，你走进去你是走不出来的，就算有指南针呢，那个指南针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。的位置，人呢就相信这个火山下面有一个石矿场，基本上你用 GPS 什么东西哦，它都没有办法给你准确的位置。所以当这些人走进去的时候，哎，他们要自杀的话呢，走进去他们走不出来，要么就饿死，要么就冷死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走进去，如果不见掉的话，西湖蝙蝠穴。就从这里开始走进青木园的那个路口，这整个过程呢是要差不多70分钟到90分钟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跟你们讲入口在哪里。现在我们已经拿到这个地图了，青木海之地图，巴士是不会到那里，是要你走路走上去的。我们给你们看一下入口在哪里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一路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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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我也不懂要走哪里，就走走走走走走走去找到那个进去。我们的旅程冒险正式开始。我们穿这种鞋子是走路很不方便的，因为那雪是滑。看到这个就是 number two 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。我们直接去到这种怪怪的地方啊，那绕一圈就对了。你先开玩笑，这些啊都是简单的路线，因为它还看得出是一个路这样子，不懂会被经过那个禁区，是写住不让你去的，也就是说那里就是很多人看到发生案件的地方。10分钟后，有点小后悔了，因为我们走了这样久哦，除了刚才的2号嘞，3、4、5、6都还没有看到，不懂这里的冰冷不冷呢？神经病啊你！哇哇，没有那种，哇痛了嘞！我叫硬的喂，我老喂，走走下有大路的哦。这里到底是几号哦？好喘啊！看一下还有没有写啊？现在第41号，哎。我们怎么会在41号？我们现在哦，在41号嘞，也就是我们走了2号过后就转回来了。我们根本没有走5、6、7、8、9哎。啊，我们犯雷啦！我们刚才不小心走到这条，去到41号。OK， 我们去那边那个。哦，我们走了这么久，才到3号吧？对。我们全部在进入青木海的森林之前呢，全部都 post 了一个 story。
以防我们出不去。哇，很 negative 我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，放不出去。你看我一直叼住了。谁敢？希望在进去之前 post 出去了。不能这么走下、哦，就走到大路去了。现在我们就在路边就随机叫人家载我们上去。哎，他们停住哎。哦，外国人哎。边我们还是继续走那一个小时的路啊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终于到了，我们又回到那个地方，应该是这里了。那里？哎呀，是啊，是这里了啊！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你了啊！对了，就是这里啊。青木烟，看到了，你看到吗？对呀，你看到那边有一个，看到吗？是来了吗？这个人吗？在那边，不懂。那个，不是啊，不是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入口呢，基本上就是公开的。我们希望可以走到那个有禁区的地方。其实还是很多人走过的，这些还算是公开场地。我们等一下到了，再跟你们讲。差不多要4点钟。这里的天呢，差不多要暗了的，不知道我们在5点之前走不走得出来。我看要死，都先累死了。现在我们来到这边，不懂要走风穴还是金镜湖，我们就看这里有人教学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这边，然后有一些禁区的路。Yeah. Also, it's Phuket to Park. 现在我们完全乱打乱撞的去就对了，因为全部 YouTube 的人太自私了，完全不跟我们讲要走哪里。哇，走对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我是看不懂啊，因日本字。那个可是有人走进去的哦，我觉得这个是障眼法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在那边等我们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要赶快进啊！出游了。要赶快进啊！出游了。要赶快进啊！出游了。跟他们两个女的。有什么事你自己跑啊，我们不用做 mark 吗？现在完全没有绳子，我们有点怕怕的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对还是错，但是呢，这一条路是唯一一个我们走了这样久都有绳子在那边的。先走了再看啊。有看到东西吗？没有。记得到吗？又没有绳子的哦，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绳子哦。 That's it. No footprint.现在肯定了，我替你们解答。那边有写一个火的，就是这里。你看，我帮你们解答啊。这个影片应该很长啊。OK， 我们走回出来了。Double confirm， 这里不是。我们现在往另外一边风雪去。哪里？看到了啊？这是什么？死挪蹦什么？找到一棵树，大概是有写他自己叫什么名字。这里应该就是其中一个了。我觉得我们已经靠近了广脉野。我嗅到一种味道，好像腐烂的味道。有没？有东西跟你讲话吗？没有啦。因为这个女人时常会有东西跟她讲话，所以原本我不想要给她走，因为我怕那些东西跟她讲话。可是我们有上帝的保护。4:37，现在我们来到路口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决定走这个。20分钟 ，OK。如果我们在冰穴找到，你们记得、往冰穴的方向走。冰穴没有的话，像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去。天气越来越暗了。Do you know where to find the suicide forest? That's what we've been looking for it too. You're looking for it too? Hey， 是，应该是这里的。Hey。很有可能是这里啊！试试看，走进去10分钟，走出来20分钟了。我们大概看一下了。不来已经来了。如果呢，我一个人呢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在这里过夜的。我跟你讲，都没有办法，要带住太多人，太多人的生命在我手上。很有可能是这里。绳子。Oh no。绳子绑过的痕迹，那有一个橙色绳子啊。哦，你看，我觉得是这里了的，那边又有一个，下面有一个。有哎，这里很多绳子哎。现在我们直接穿进去，没有走大路了。来了。我很热。你下路。你嗅到了？我很热。你听到东西啊？听到啊？
了没？听到吗？不要玩，不要玩！喂喂喂喂 ！OK OK OK OK。那这里很多洞。We think we should. We should go. We should go. 这里不懂是不是？但是可以很确定，这里很多绳子，太明显了。我们现在。要担心是因为现在已经天黑了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是天暗还是什么，可是在我们的眼睛来看到已经是很暗了的啦，有一点小担心。你们哪里可以不 like 我们的影片？你们这样子做会下地狱的，你们你们花了很多冤枉路和冤枉时间，我们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。 Oh no， 我们看到了这个，你的亲戚，你的命，啦啦啦啦啦啦啊，这里啦 ，It's here。我 confirm 这里一定是啊。现在我跟你们讲正确的位置在哪里，不要听那些人讲的那些，不是那边，是在 Ice Cave， 很明显是这里，害我们走了一整天。那些 YouTube 上面放的人都是假的，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现在已经天黑了，我没有办法再走进去了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所以今天的 tutorial 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如果你们希望我们走进去的话呢，给我们20000的 like， 我们就进去里面拍给你们看。我讲到我一定做到，我一定要回来，因为我很不甘愿，我自己也很不甘愿。记得这里有个红色的 button， OK， 大大力的啊， OK， see you in the next 影片。你刚看到什么？听到一种叮这样的声音。我走到那边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不要进去啊。我比较厉害，我来给一个手飞礼聊一下，他的感觉是这样。来示范一下，哇，重点是。骚骚啊！Let's go, let's go！ 我站在你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。Yo, it's hot in here.